1989年11月9日，新闻媒介向全国播发了一条重要新闻。现在播送邓小平同志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。中央政治局，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。1980年，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。近年来，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。1987年，在党的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天下午，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，向出席中共13届五中全会的同志们道别。13届五中全会结束3天后，邓小平与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道来到金鸡宾馆，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。好了，让他来吧。好了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再见，过去。军委领导更这个更换的人。我认为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，为核心的党中央，是全党啊做出的正确的选择，确定的啊，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，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。大家，我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面，在他为军委主席的领导下面，我们军队在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，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，捍卫我们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做出军队更多更大的贡献。我虽然离开了军队的这个军队，并且是退休了，但是我还是会关注我们党的事业，关注国家的事业，关注军队的前进。谢谢大家。